是说只有 Python 哦，它那个 for 回圈跟 while 回圈是一样的哦。其实呢，你会发现 VBA 也一模一样，真的是一模一样。所以有的时候你学一个不用学两，就是学一套同样的东西，你只要记得那个可能一些细节部分啊。如果有些细节你假设你，记不起来，建议你把它照相，放在一个你找得到的地方，下一次能把它调，马上你就可以改出你要的那个样子了哈。不然说真的，有的时候你光差一个地方不对哈，哇，那不得了了，你可能要改半天还改不出来，就只是那个地方啊，所以记得尽量去找到一个范本呐，那个范本就是反正你就照着改就对了，然后其他大致上都一样哦。那所以啊，如果说我今天假设我们早上有提过那个 VBA 部分哦，如果说你今天要把那个 VBA 部分哦改成什么，假设把范围删掉，如果你要把它改成那个什么，改成坏回圈的话，哈，基本上就这样改，一模一样。好，啊，里面改哪些地方一样嘛，坏哦。只是说呢，哈，那个我把字放大一下，因为在 VBA 里面放大，就是要直接要到那个工具选项的撰写风格，哈，把它改一下就好了，哈。那其实改的地方都逻辑都一模一样，所以我是建议啦，哦，而且不是只有那个 Python 哦跟 VBA，其他的语言哦。印象中好像都一样，反正就是 for 回圈你会哈、哦、，while 回圈大家注意，那刚刚那三个地方也都一模一样。虽然说不同语言呐、啊，但其实基本上我觉得倒也没有什么太大差异。像这个我把早上那个 VBA 里面哈、哦，然后面名称不要一样，改一个 while 哦。那个 VBA 里面的 while 回圈哦，它这个叫 for next。那 while 的话呢，叫 while when，好，所以可能要改一下啊。改的方法一样，第一个，如果先改那个 for 回圈的 i 好了，那一样这边就是 i 等于一嘛，哈，然后把这一行呢，把它改成什么叫 while 哦？while 什么呢？当那个 i 的值小于10的时候，啊，后面不用冒号了哈，但是需要什么？把这个 next 改成叫 when。OK，这样哦，OK 哈、哦、，do 一个 when，OK、okay, 啊 for 一个 next，好、哦、这一对的、哦，改完之后的话，当然哦，我们直接输出啊，其实就哎，它还有一个地方，就是呢步进值哦，i 等于 i 加一啊，当然你这个地方千万不要写成 i 加等于一，因为它不认得，OK，我印象中应该没有，它没它可以写成这样，但是你写成 i 加等于一哈，它会出现错误，它看不懂。OK，好，所以特别注意啊，这就程式特性啊，所以哦，以后干脆你如果懒得记那么多，你干脆就是两边都写 i 等于 i 加一，这样保证正确。OK，啊，你就记一种就好了，哦，不然两种都可以哦，还要记两种麻烦，你记一种好了。OK，好，那这样先改一个看看，改一个 OK 的话，那另外一个应该 OK，所以这边的话我就把这个删掉，执行看看哦。用坏哦，哎，输出，看起来应该没错。OK，那所以呢，一样的方法了哈、哦，可以把这边 for 回圈哈、哦，就是改成 j 等于一，然后呢这一行拿这个来复制改好了哈、哦，直接贴，啊把它改成 j，然后记得就是它的下一阶一定要 j 等于 j 加一，这样 OK 了哈、哦。所以这样 while 回圈也改完，改完之后呢，那一样就是再把它输出一次看看，啊，如果 OK 的话，那表示没有问题。哎，啊，有 for 是啊，这个不对哦，所以这边要改成 when，这样 OK 了哦，头尾改一下，执行，那一样啊，哦。所以呢，哈，在 VBA 里面的回圈最重要两种你都学会了，OK，哦，所以其实都一样啦，我对我来说。切换一个环境哦，反正一样可以做，不会有问题。所以往后啦哦，你们应该面临的环境不是这么单纯，可能反正客户端有什么你就要做什么啊，你不能说你那个这个行那个不行，那其实你也不用担心啦，反正差异性不大。但最重要你要先找到一个范本啊，做修改。好，所以这部分的话，也许可以把早上的东西啊再试试看哦。那待会的话呢，我们就再来看一下哈，在我们的那个讲义里面有一题是
就是植树部分啊，也许各位可以试试看那个，植树的这一题，判断是否为植树啊。那这一题的话，那所谓的植树啊，应该各位知道吧哈，植树就是除了自己，一和自己本身以外哈，不能被其他的这个整数整除的，就是所谓的那个植树啊。比如说呢，我们今天哈，假如输入14的话。14的话一能够整除没有问题 ,14 也可以，但中间还没有可以被可以整除它的。2嘛 ,7 嘛，对，所以这个是不是植树呢？它不是一个植树。OK, 齁、哦。那如果53的话呢，好像都除不尽，所以最后53是一个植树。齁、哦。那如果说我今天呢，第一个要 input, 齁、哦、请输入一个整数。冒号好了齁。哦，然后输入 enter, 好，接下来要做什么呢？你就要写一个回圈嘛。那回圈是怎么回圈？当然范围就是一不用了，一一定会整除，自己本身不用了。好，那你就中间就是如果它的什么呢 person 有没有，就是求余数那个啊 person 能够等于0的话，那表示它能够被其他的数字给整除。那能够如果是，那就跳离了，跳离回圈之后，那表示它就不是一个植树。反之全部都跑完了，除了一到自己本身以外都没有被其他树整除的话，那表示什么？那就是一个植树。所以 true 跟 false 啦齁、哦。那要怎么写呢？我想齁、哦、请各位想想看。反正这个当然我讲过没有标准答案啦，反正你想得出来的就你习惯的写法齁、哦。啊，当然前提是越精简越好。好，来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齁、哦。判断是否为植树的写法齁、哦。